随着老公徐峥的导演事业蒸蒸日上，本来小桃红已经淡出荧幕，安心相夫教子，但是近来却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，出行驾驶也是十分惊人。日前某天晚上，搜狐视频就在首都机场撞见了从外地工作返京的桃红，一行五人归京的阵容相当惹眼。当天桃红在四位助理的簇拥下匆忙从闸口走出，只见完全素颜散着中分长发的桃红身穿一件灰色长衫，里面搭配一件浅色低胸紧身衣，凸显好身材之余更是衬得皮肤十分白皙。和四位助理走出机场大厅门口之后，马上又有一位男士从路边的座驾走出上前迎接，又是多人护驾，又是豪车接送，堪比巨星待遇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上搜狐视频，很中国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惠妹。